这个也好点。看一下像长辈哈。明明镜框一大堆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还是挑半天，但造型能为他带来好运吗？因为国民党终于定调，七月初将展开总统初选民调，而柯文哲将被主动放进对比民调中。柯市长绝对是一个强劲可敬的对手啊，绝对不要轻忽他。那我们纳入他做一个比较是非常正常的，也应该的。这柯P不是讲说哈，如果纳他进去的话呢，是一个笑话。那所以有这个新的因素出现，希望党中央也再做一番重新考量。要不要纳入柯文哲、朱王两人意见似乎不太一致，而国民党五人协调小组也即将开始征询，王进平是否会借机建议对比民调别放柯？没有，这个没有这个讲法啊，只是今天柯P已经这么讲了，党中央自己去考量啊。你这边有被联系到？目前还没有，不过我想，这个都是很自然的，没有问题啊。最早起跑的两个人却在赛局中占下风，初选启动就看最后谁能顺利跑完500公尺障碍赛。加！华语新闻王家杰、简玉玲、黄运成台北报道。